没有吧？他们在叫朱宣阳吧？不是我吧？其实我现在有点分不清楚，我现在是兴奋还是紧张，因为你知道兴奋心跳也会很快，然后紧张心跳也很快，但现在就是心跳蛮快，我分不清楚是兴奋还是紧张。昨天睡超好，昨天睡很好，昨天睡很好。这么细啊，我应该一两点吧，一两点，对。有欸，我觉得好开心哦，就是收到一堆祝福，然后一堆正能量，我觉得真的很开心。对，就然后一路上上车开始，就大家都会一直加油加油，然后到现在，然后一直大家都在加油，我觉得很开心。嗯，好辛苦，有有有，对，有有有。就是他有给我一个拥抱，对，然后叫我不要想太多，然后好好享受这个晚上，对。有啦，他们就一样嘛，男生嘛，群组就一起恭喜这样子，对。他到现在没有传简讯给我。没有啦，他就是这种，他可能要看我有没有拿吧，没拿他可能也不想讲吧，对。嗯，你等一下就知道了，等一下就知道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紧张，一定会紧张的，紧张骗人的，哇哦！有，我有，我有睡好，我秒睡，养足精神，就是今天来金马了。昨天酒会非常玩得非常开心，所以比较累一点。嗯，一定的，在心里就一定属于是弟弟的。是，而且哥哥昨天生日嘛，对，我觉得那个愿望跟所有想要的一定会得到。父今年真的是自己拍过戏那么久，我觉得难得非常踏实的一部作品，从前置到拍摄到最后成品，都觉得我们的付出没有白费，然后谢谢父都今年把我们带到金马奖。我觉得蛮好笑的，我身边朋友都看一些电影人分析，然后就说陈子耀只差没有拜拜而已，如果没得奖的话，结果我马来西亚的朋友、台湾的朋友都给我去拜拜了。我想说神界里头应该都知道陈子耀是谁了。没有，就是神界里头不同宗教、马来西亚不同宗教种族的都会知道陈子耀是谁，因为他们都一直说希望陈子耀可以得奖这样子。谢谢他们，谢谢他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尽量保持客观，因为我觉得评审还是尊重评审的选择。对呀、啊，有都有互相彼此加油。那等一下应该也会走吧？对，所以请大家期待。哦，加油啊！你是什么什么棒的？嗯，他穿什么都好看。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辛苦了。